这个金普通说，您有打电话问他说要当 king 还是 kingmaker， 那真的有这件事吗？那现在已经决定好要当 king 了吗？我觉得台湾已经进入到民主社会三十几年了，怎么会有人有想要当 kingmaker 这么落后的思想？我觉得这个想法太落伍了。所以你要当 king 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说我说，我是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这简直是太落伍了。